除了中古手袋之外，复古的首饰都很值得收藏的。今次就为大家精选了五款经典又价格相宜的首饰，我们大家一起看看。首先第一款是 Chanel 的手链，手链的链身设计比较粗身，再垂吊着 Chanel 的字母，整体时尚又型格，最适合搭配一些深色或者是工装服饰。如果喜欢复古经典的饰物的话，就不可以错过这一款了。与 Chanel 经典的黑白拼色设计，再垂吊着一粒不规则的珍珠，整体设计优雅又得体。Dior 的这一款颈链非常之小巧精致，小小的吊嘴上面还有 Dior 的经典 logo， 简单大方的设计一直备受不少 OL 的喜爱。而这款手表在中古市场上面非常之热门的，因为它的手表表带是采用了 Chanel 手袋的皮穿链设计，所以不少人都将它视为是 Chanel 的入门级首饰。再配上这个小巧精致的长方形表面，整个手表望上去更加优雅和知性。最后的这一款手表比较特别，它是以白色的表身再配上全金属的手镯，大家可以随意换上12个不同的糖果色表环，再根据当日的穿搭或者心情换上不同的颜色，性价比非常之高。看完这五款首饰之后，我最喜欢就是这一款 Chanel 的手表，它戴上手之后利落又优雅，大家又最喜欢哪一款呢？